后面的那个，等于你们之后你就跟他冷战了是吗？哦，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冷战，然后他也是把我关在家里让我看。那你关起来了？然后呢，这封信就是小好大写给好小的，这个信是您藏在您那儿。好大写给好小，你肯定是要搞乱这好大跟好小两个人关系，他要把这兄弟俩给踩下去，他要成为尖儿。行，那么就这些，谢谢。下面我们先沉迷，哦，在一定时间就能出来。他一边要置换，他还一边要防沉迷。有个戒指，哎，他肯定是爱着谁，然后那个人借着空间而猝死过。我说太聪明了 ，so smart。我要进入口袋空间了。他的口袋空间是个实验室。哎，你叫张游戏。那你为什么是个那个化学实验室啊？那是我的游戏场景。哦，神经重
组 GK20 有神经重创机器人模拟仿生研制成功。哦，Thank you.